咱家一只鸡生这么多蛋。傻小子，姥姥给你做了你没吃过的。这鸡蛋要好吃，我把蛋壳都吃掉。臭小子，姥姥让你见识见识鸡蛋是怎么吃的。煮鸡蛋加少盐加点醋会更好吃。姥姥，这不就是水煮蛋吗？谁说的？姥姥给你做了可乐鸡蛋，好吃得很。还可乐呢，热得起来吗？姥姥，你这做成什么味道啊？想吃了吧？想吃的给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。好香啊，好吃吧？回家让你妈也学。